这个滑轨，这个滑轨，跟这个滑轨，一、二、三，对，这有了。只能普通的那个真车油，真车油就好。对，这个孔吗？加在这个孔，你就放在滑轨上。你看这个滑轨整个都油油的，就是这个有孔钻孔的这个滑轨，这个是滑轨。对，这滑轨，一、二。切到 W 机，切到代号机，你去拿，先把布先擦掉，再上油就好了。嗯，这个油也是很 A B 字，就是你漆一片就上油。那我上完油，我要不要擦拭，还是直接上？上完油，因为都是在离开前才能做嘛。嗯，上完就放着走。隔天就是隔天应该就可以，隔天就用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要换水。对。我们这边有写记录，哦，这是下一次要换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学期是吧？对，一个学期是吧？我们可以记下一个学期，下一个学期再换，或者是这个学期。那我要换的时候，这是加水，哎，出水在哪里？要断电吗？要，出水在这里，你看这颗螺母，这颗螺母看到？这颗，你敲这颗，你看到？这颗螺母，这颗。右下，打开全开就出来了，水就出来了。